大家好，前两天有花友反映自己的兰花的叶片出现了小黑点，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呢？那么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兰花叶片引起小黑点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主要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病害原因，第二个就是自然原因。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兰花叶片引起小黑点的自然原因，其中包括一个是浇水过多，第二个是环境过热。那么浇水过多就会引起这个盆内积水根系出现问题，叶片就反映出来出现了小黑点。所以说我们在给兰花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等到干透浇透。植料呢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植料出现板结不疏松不透气，也是非常容易引起这个兰花叶片出现小黑点。那么第二个就是环境问题，如果说我们养护的环境空气不通风不透气，温度过高，也会引起这个兰花叶片出现小黑点，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在正常养护兰花的过程中呢，如果说避免了这两个问题，那么兰花的叶片出现小黑点的概率就会减少。另外一个就是兰花的病害问题，那么下期我们再跟大家分享。